了，朋友们，第五人格和名侦探柯南联动了。那你们觉得柯南的皮肤到底会落在谁的身上？比谁是第五亲儿子的时候到了？这么多儿子，选谁？酱子猜测，冒险家的身体会变小，占据先天优势。但是我强烈建议速反之魂获得此次联动的机会。想想黑白无常兄弟俩，走到哪儿都会发生命案的特征，是不是很符合柯南的气质？而且还可以设计成一个是工藤新一的皮，一个是怪盗基德的皮，到时候一个皮肤两个男神，经济合算又养眼，想想都兴奋到窒息。然而最关键的是，杰克会分到谁的皮肤？让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杰克分到了怪盗基德的皮肤，小园丁分到了小兰的皮肤，到时候基德天天给小兰公主抱，柯南在边上气得牙痒痒。我的天哪，以后可以直接在庄园里演小剧场了。那么你们希望这次联动的热门皮肤都分给谁呢？评论告诉大家。